登哥，登哥，变一个干嘛？变一个啊！你知不知道有多冷？今天还变一个，我这都马上要去摘点蔬菜回家呢，好冷呐、啊！马上要下雪了，还叫我变一个，变完帮我家摘下蔬菜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，这是一根筷子，一秒之间它会在空中悬浮啊、哦，两手放开悬浮，相不相信？啊，不相信来仔细看啊、哦。好，筷子在手上，从这个位置啊，好，仔细看，一二，咻。哇哦，消失哪里去了？仔细看啊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咻！哇哦，瞬间又出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筷子消失已出现哈、啊，这不是悬浮哈、啊。下半雪，是啊，小雪，走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摘菜，走，小飞走，一起去摘菜，走。来来来，教学教学教学，教学一下啊！等我帮我家摘下蔬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哇，来看一下，一二三，慢动作啊，慢动作，一二。看到吗？这样就开始消失，其实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然后这样子，然后瞬间一丢，把它中指压住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学会没有？学会了。学会了，关注我们，一起摘蔬菜，拜拜。